主料：红枣50克，桂圆60克，生姜15克。辅料：冰糖10克，红糖10克，清水500毫升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30分钟到1小时。食材原图：生姜去皮后切丝，红枣去核，锅中放入清水，加入桂圆、红枣、姜丝、冰糖一起煮20分钟，后加入红糖再煮10分钟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：无技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